天来讲一下这个油，因为很多人问我说，到底这个吹口会不会有影响？那你看我现在买到的这一把就长这样的吹口，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影响其实没有太大，或者太明显，其实吹起来都一样。那我示范一下。其实这一个地方还蛮多不一样形状的，都遇过，像什么比较深、比较浅、比较宽、比较窄，其实都差不多。因为其实里面，它里面我制作是都一样的话，只要里面没有被破坏过，或者是人手去更改，那其实出来的声音或共鸣其实都不会差太多。这些声音的泛音出现都非常的漂亮。非常值得的。